看到经验。皇上最近十之八九都去婉贵人那里，不说话会变成哑巴吗？娘娘，你可见过会咬人的狗，会咬人的狗不叫？是吗？人心都难测，何况是畜类。拔开。三环贵妃驾到。贱人就是矫情，贱人就是矫情。本宫坐下，却容不得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。啊，能不能让娘娘容下？是娘娘的，叫我讲不出。能不能容下？是娘娘的。能不能容下？是娘娘的。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。没事，我们就先跪安了。皇上驾到。哎，我们皇上最近脚痛啊，所以他走的有点慢点。王妃给皇上请安。脚脚放下来，可以哦。婉贵人给皇上请安。脚脚真可以。朕看你们妹去宫这些嫔妃啊，没事在那边吵嘴，吵得朕心都烦。然后今天又是我们东旭王朝的尾牙，希望你们这些妹去宫啊，好好的表现一下，跟我们的宾客跟我们朕的王朝的王爷们欣赏一下。哦，表演的好有奖赏，表演的不好，冯公公都拖出去宰了，知道吗？好，赶快表演吧，跪安吧。哦，来一段音乐吧。还没音乐啊？好，我要出去。我是傀儡皇帝，不好意思。皇上退驾。傀儡皇帝要下场。好，快过去。没有。冯公公，你又怠慢了，不要比皇上走的在前面，不是在后面。好，可以了，手不要那么高。Bye.
好。